我们到了高尾山的缆车站呢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行程。今天晚上来涩谷吃居酒屋的烤串。我们今天要从东京离开了河口湖车站，现在来这个天上山公园的缆车。我们来买 shake shake， 都是倒影，对不对？只能用眼睛看。随便上了一台火车，搭了好久。天气，然后。送贩卖机的流程之，因为常来买一些。他杯子掉出来了，滚滚滚！完了，这一定很小杯哦。啊，哦，他自己会开耶。没吸管，在这里。哦，还有吸管。哎，这里没有吸管哎，没了。那我们打开喝吧。哦。来换一个人，而且很凉哎，好喝。要讲评语，不错，不错。我们到了高尾山的缆车站呢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行程。不过现在也11点了，那来这里买票。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先在网络上可以买套票的地方先买好了，不过我们完全没有发现它领票是要去车站的一个入处，然后只有11点到5点可以领票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等那个时间，打算直接过来重新买缆车的票跟火车的票，因为原本的套票是缆车加火车的。买的这个缆车的票，这一种的缆车，现在要上车了，大概6分钟就会到了。我们现在是搭缆车上山。外面都是超级多的树，还有蜘蛛网。哦，这里有那个哎，什么山在哪里？看一看就好了，就是雾雾的。今天雾的也看不太出来什么。这个天气好，真的还不错了，有点。这有个猴子园，也太多了吧！哇，这个家族有够大的，总共是多少？88只猴子在这里进去，大人是500日币。走这里上去药王院，沿路都有这个小路灯呢。这里的楼梯好多。我们现在要来搭这个钓鱼下山了，我在这里排队买票，一个人是490。买好了这个钓鱼的票，山上到山下，山上到山路，想要来这里搭了，下山走。很慢嘞、欸，这个比滑雪的还不安全一点点的感觉，因为它没有那个档。它很漂亮。不行，我有惧高症，我觉得好可怕哦。很好笑，你看他还在晃，他自己的那。耶，缆车站就在前面，这里不推荐有惧高症的人来，会吓死。没有，是你太夸张了。来了，我们今天的午餐，现在已经2点快半了，哇，还是好多人哦！天哪，没想到里面还排这么多人，太厉害了！现在里面没有位置，我们在外面排队，超级热的。我们的拉面，这个是柚子盐的，点了一个套餐，有这个饭，这个是酱油的，换成鸡肉。吃完了，觉得我点的盐的好吃，他点的柚子盐的好吃，超热。时间超级热的，感觉像冷气坏掉。看他们的工作台，超级忙的。哇，后面的哇，我们来走天桥。今日咖啡是这间 Blue Bottle 的，不过没什么位置，所以只能站着。不是吧？原来有早餐到这里了。怎样子啊？好多车，好多车。然后过个马路去对面，这里很多可以逛。今天晚上来涩谷吃居酒屋的烤串，结果没想到这里的街上超级多店都是在卖烧肉的。我们就是在网络上找了一间评价还不错的，现在快到了，哪一间呢？
是这家。还是这家。还是这家。这边光线。啊，就在这里直接烤串串，结果我们的串烧是一次点一串而已，它全部都是外面有包肉的。我们点一个蓝莓莫扎瑞拉，看起来就是蓝莓酱，然后莫扎瑞拉 cheese， 中间不知道是不是肉哎、欸，我发现它这个是哦，肉中间夹莫扎瑞拉 cheese， 然后外面裹蓝莓酱，超好吃的。嗨，大家早安。我们今天要从东京离开了，现在已经 check out 了，我要去新宿搭火车去富士山。这就是我们住了四天的饭店，那边就是一个出口，然后左边前面也有一个，就是离捷运站超级近，但是因为这个捷运站是一个很小的站，所以去到哪里都还要再转车，比较麻烦。不过这个饭店蛮不错的。啊，这里有同长得金闪闪的，是在这个国立竞技场前面。我们搭的富士回游，结果它一个车厢只有一个入口，前面是三车的入口，我们叫三车，后面这里就直接是二车的入口，它只有在最底就是十几号的位置那里才有放行李的一小区，可是应该也不太够，现在所有人行李都堆在这里上面，那我们带这个胖胖箱太大了，只能这样横着倒在这，脚就只能放上面。等一下搭一个小时有五十分钟到富士山。河口湖车站，我们买了一个公车的一日券，就是在这旁边的景点搭来搭去。住在那边，现在来排这一个当午餐，点了一个豆皮寿司，跟这个是什么？东坡肉，有很可爱的，没有踩雷。嗯、天哪，这一锅超级大，真是锅子在吃饭。这个面，对呀，这一盘光盘的刚才那个刀削面，超级好吃的，一定要点。啊，这个面是很粗的这一种，看起来很好吃。这是加大分量的荞麦面，就这样。现在来这个大石公园的咖啡厅。要哪一种的？啊，这葡萄看起来好赞哦！哇，超级无敌大，还有水蜜桃，好多人在卖水蜜桃。坐在这个二楼看这个湖，看大家在底下拍照。现在来这个天上山公园的缆车，来回票一个人是1000块日币，长这样子的缆车。还要往上走，有一台缆车下来了。他刚一停的时候超级晃的，另外一台车来了来了，开始摇了。你要上山去了？嗯。现在有新的缆车上来了，可以看出去很漂亮哎。河口湖这里有一个对着富士山荡秋千的秋千，可是今天看不到富士山，不太好配音乐，一个人不知道可以荡多久。139号观光船下车的地方，往前走上去就是搭缆车的，然后有一间很可爱的饼干店，长这样子的饼干，我买了一个是原味有加杏仁的，另一个是红茶的。它这个 mark 超可爱的，长这样子。现在5点多，我们要来吃晚餐了。我们的定时就是一碗白饭，这个是小菜吧，然后有3种酱，跟这个炸的牛排，然后就是把它放在上面。烤一烤就 OK 了。我现在在河口湖等火车，看到彩虹哎，在这里，哇，好清楚哦。今天早餐吃麦当劳，对面有那个富士急乐园在这里，看得到他们的云霄飞车、摩天轮。今天是23号，早上的小小间的麦当劳，今天点了一个鸡肉的。饮料换成牛奶，小小瓶的。然后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是一个松饼的，超香。哇哦！这个等下就被
天好酷哦！看不到，真的很深哎。现在这个园区，这到处看这些池塘，都是倒影，对不对？只能用眼睛看，这里也看不太出来它的深度。还蛮多人的，结果关公是要等太久了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叫了一台计程车开这个前神社。现在到这个前间神社这里，超级多人的。等一下往上走是去公园，我们来买 shake shake。哇，好酷哦！哇，它这样包好漂亮的感觉。看起来超好吃的。是我们的房间，这间是我跟姐姐的。这是我们的浴室，要坐着看自己洗澡，还有浴缸。这是我爸妈的房间，然后这边还有，他这边可以住六个人，所以这边还有一个小的自己铺床的那种。然后楼上是顶楼，可是因为它没有灯，所以很暗。Be like us. N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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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.